百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我的新歌《最佳听众》已经在百度音乐独家首发了。这首歌邀请到萧亚轩一起合作，迸发出相当多的火花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，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，你为朋友，你为生老公，让我怦然心动。一直活在你眼中，那么多年，你是我最佳听众，好像。这心事我无法形容，只有你一个听得懂，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，你就成为我的英雄。不错不错，等着你来找我发泄一通，一直怕，只怕你的电话接不通，你总会陪我吹吹风，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，看看看又看到你的笑容。天你会烦恼惶恐，你为朋友，你为生老公，让我怦然心动。一直活在你眼中，那么多年，你是我最佳听众，好像很像心灵相通。你是我囊中，不要让你活在梦中，借我几分钟，我会记住每一分钟。我的傻话你为什么都认同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，像过去一直吹吹风，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，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。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，喜欢听你会烦恼惶恐，你为朋友，你为生老头，让我怦然心动。好像很像心灵相通，我也失恋，为何只想到你，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，不让我失控。因为你受了伤要喊痛，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。问题是我想问题，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，喜欢听你你是我最佳听众，好像